然后久坐给人体带来的严重伤害。嗯，研究作者就解释了，结果对应到了现代人健康的杀手哦。上班族花了太多时间坐在电脑前办公，姿势不良加上缺乏锻炼，会减少自己的运动，而自己的运动早治疗才是延缓认知退化、改善生活质量的关键。好了，如果这是新闻，今天节目来到尾声，预计更多新资讯，请给我们新闻的网站选择一的麦子。明天同样时间、同样频道，再跟你一起新闻报报看。谢谢收看。